我们这边将来介绍 ASP Dynet MVC 强型别 Strongary Type 的操作。在 MVC 的 controller 里面，我们可以使用 View Model 这个检视模型的方式呢，来将我们的资料模型的内容呢传递到检视页面上面。那这整个过程呢，我们都是采用所谓的强型别的机制这样的操作。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范例的部分。首先在画面上面呢，可以看到有个这个产品资料相关的这个资料列表，那上面有这个所谓的产品编号、产品名称、产品价格这个栏位名称，那下面就是所谓的产品的那个记录的项目。那我们这些内容呢，基本上是在 controller 里面我们使用 iList 这种泛型集合方式所产生的出来的这些集合的资料的内容，然后最后我们再把这些泛型集合这个物件呢，透过View Model 的方式呢，把它传递到目前这个解释页面上面来，然后去做这个实现，就是把那个资料再把它印出来这样子。OK， 那我们这过程中呢，因为我们是透过这个解释页面，然后去宣告它所细节的这个资料模型，所以说它基本上是以强型别的方式去把它那个印出来我们这些资料的项目。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相关的原始码的部分。首先，我们先开启 Visual Studio 编辑器。我们在 Views 资料夹底下有个 Index 解释页面档，我们先开启。那我们这边有提供这一次那个说明范例说明的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 HTML 文件里面呢，我们在 Body 段落这边。好，那我们在 Body 段落这里，我们建立一个表格。在这个表格，我们先看一下第一行 TR 的部分。TR 的部分就是上面的这一行，这一行的话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这边是把它直接写死了，所以说就会看到刚才在画面上面看到这些栏位名称的部分。那下面的部分第二个 TR 呢，我们使用 for each 的方式，然后我们去把这个资料模型，这个检视页资料模型的项目呢，把它印出来。那这资料模型有没有定义的这个产品的编号、产品的名字跟产品的价格这些内容都把它印出来。那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解释页面上面，我们有宣告用宣告一个 model， 然后它是 I 好 in new label 的这种集合的方式。OK， 那它这个里面我们有给它这个型别，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这个专案名称，它的在 model 底下有一个叫做 Prada 的资料模型，那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Models Prada 这个 CS 程式档，我们打开，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Prada 所建立的这个资料模型部分，那也就是对应到我们刚才这边看到的。那这样的话，它这里呢，其实它变成是一种强型别的宣告。所以说，当我们这些在 controller 资料呢，透过 View Model 方法把它丢上来的时候呢，然后它透过跟这个 Model， 就是我们所建立这个 Model 资料的那个模型做页面细节之后呢，那我们这边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的 model 这里呢，它已经有个很明确的，就是 I new label， 然后中间是我们所说明的专案名称 model 底下的 Prada， 就是这个产品资料模型。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它直接就可以透过 item 的方式印出来，透过 item 的方式，然后选取该模型的成员，例如说我们现在把这个item 点后面，你就可以带出这个模型它的刚才所设定的那个属性名称。那假如说我今天我去把这个模型故意打个名字跟它不一样，它这边也会有提示错误的讯息，可以看到啊。所以说，如果你用强型别的方式开发的话，你就可以在我们在编辑文件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就可以马上发现出错误。那这个是还不错的做法，对于维护方面也会比较简单。那我们可以 看一下 controller 里面到底放了哪些资料，然后把它丢到我们的解释页面过来。首先我们接到 home controller 的部分，那我们在 popular action reload index 这个动作方法里面，我们看到它这边有宣告了一个 list 的泛型集合的那个物件操作案例。 OK， 那我们这边在把这个泛型集合里面我们要加入资料的项目，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做资料项目的那个加入。那加入之后，我们再把这整个泛型集合这个物件呢，我们透过 view model 的方式呢，去把它传送到我们的跟它同业的 index 的这个页面。
就是这个页面来。那我们这页面上面，因为我们在宣告的这一个，就是这个警示页面要去细节哪一个资料模型的这个哈、的部分，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采用这所谓的强行别的方式来去做那个模型的开发，可以就会变成这样的效果。好，那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强行别的这种资料模型开发的话，我们可以透过它去使用这个编辑器里面所提供的这个工具呢，去产生出来刚才这些页面的内容。假如说我现在我把这个内容先 copy 好另外一个检视页，那我把这个检视页删除。好，假如先删除检视页，我可以透过在这个动作方法的名称呢，我按下滑鼠右键，然后我产生一个新增一个检视。新增检视的时候呢，这边你可以发现这边有个范本，范本的话我们有底下，这就是它使用 T4 这种方式呢，我们产生出来的。看你要有一个 Quick，也就是有个新增表单哦，它会把这些栏位的，例如说文字输入框那些东西，帮你依照跟这个模型里面的属性，这些对应好之后，然后帮你产生出来。那也可以产生一个 Delete 的那个表单页面，可以产生一个 Details。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也有一个 Editor。好，那我们这边来尝试跟刚才我们产生的那个应该是所谓的 list 这样子的这个范本的部分。那模型类别这边我们就要选择我们刚才的这个 Pandas 这个资料模型，可以看到其实是跟刚才那个在解释页面看到的这个专案名称，然后哪个 model 什么的，然后哪个模型的名称是一样的。那我们这边选项的话，这边都不用勾选，因为我们也没有要建立部分检视 ，OK， 那也没有使用版面配置页，我们就是直接来成立一个新的一个页面，最后按下加入。那可以看到它用 scan for 的方式呢，机架这方法产生出来。那产生出来的话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index， 那你检视页面，然后里面有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用 model 方式引入这样子的操作。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它下面就已经直接帮你产生出，首先上面这个就是那个名称，栏位名称。那因为我们之前是把它写死的，那我们它这边的话，它是依照那个强行别的方式，然后透过这种new bar 的那种尾派的方式呢，去产生出来这些栏位的名称，那也就是上面这一条。那下面这个的话呢，它用 for each 方式，那也用 new bar 的方式然后去产生出这些栏位的名称。那你可以看到它第一个它是用 display for 这种页面辅助方法。那下面的话呢，它那个样板它会帮你产生出，因为既然你是 list 的资料嘛，所以它会帮你再产生出那个 editor、deleters 跟那个details details 跟 delete 啊这些。那问题是这些 get 的参数的话，它就帮你保留相关这种格式。那基本上这个你就要依照你现在这个需求自己再去做调整，所以你到底要连到哪一个你的这个相关相对处理的页面，然后你的参数。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先采用它预设这个注解的方式。那我们先看一下它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先建置下方案。那我们看一下现在目前的重新载入。好，那这是他刚才所建立的，你可以看到他还有一个 create new 这个超连结，那他是到下面这个他们预设那个 T4 样板所给的预设的位置。那你可以发现他除了这边有相关这个资料栏位之外，那因为他的资料栏位他是直接抓目前属性的那个栏位的名称，那因为我们属性里面并没有设定这个属性他是不是要在修改成显示的一些栏位名称，所以他就直接做他原来的名字。那下面就是资料的项目跟他所提供的editor 的那个路径，然后 detail 路径跟 delete 路径等等这样子。OK， 那我们其实从这边也可以看到，其实除了我们使用自己手动的方式产生之外呢，其实也可以用那个Visual Studio 的编辑器透过 scaffold 这种机架的方式去产生出来这样子强行别的这种页面资料。好，那我们这边就介绍强行别的这个 Strong Tree Type 的介绍，那就介绍到此。好，谢谢。